位观众大家好，咁现在咧就为大家介绍啊，喺新年即将来临嘅期间啊，点样可以为我哋嘅家宅、为我哋嘅家居啊，或者为我哋嘅铺头啊、店铺啊，做一个气场啊、气场嘅洁净啊。咁如果我用气场嘅洁净咧，我哋就需要做熏香嘅呢个动作啦。咁熏香系咩意思呢？熏香就系我哋燃点好嘅香啦。哦，咩叫好嘅香？好嘅香嘅意思就系我哋希望入边嘅成分啦，都系有好嘅祝福，跟住咧呢个成分都系纯天然嘅。哦，咁呢个好嘅祝福有包括可以帮助我哋人缘啦，帮助我哋健康啦，或者系帮助我哋财运嘅。哦，亦都有保护啊、守护嘅咁嘅成分嘅大自然嘅呢啲树木啦，就为之首选啦。咁喺我身边嘅咧，就系我哋康泰为大家特别推介，而且都系由我哋自己制造嘅一啲嘅香品香氛啊，可以喺新嘅一年啊为我哋嘅家居做一个生旺嘅熏香洁净嘅做法嘅。咁咩叫做熏香洁净呢？就系帮你嘅屋企啊，好似冲凉一样啊，只系我哋用好嘅香气熏成间屋或者系你嘅店铺嘅。咁喺呢度咧，首先我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身边嘅呢一个和合香啦。咁和合香咧，佢系用我哋讲嘅齿楠木啊，奇楠就系沉香木嘅一种啦，又好好增强我哋和谐嘅人缘啦，俾我哋家和人和啊，贵人啊，显助啊，咁呢个就系我哋嘅和合香的主要的功能和成分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安神香。安神香是一个很特别的香，因为这个香里面它有我们马来西亚、我们东南亚一个很殊胜的木，就叫做黑金了。黑金是很少会拿来做香的，黑金是非常殊胜难得的一个树木来的，是非常之罕有的，是很少人会特别拿来做香。但是黑金它的成分非常之好啊，它可以有很强的挡煞啦，包括挡黑巫术啊，乃至是最强的其中一种咧招财感应最强的神木之一嚟噶。咁呢个安神香里面咧，我哋特别就加咗扁柏啦，扁柏有福寿安康长寿的一个好好的一个意思啊。咁呢两种香粉咧，我哋特别为大家提炼而做嘅就系我哋嘅安神香啦。咁最后一款为大家介绍嘅咧，相信好多人都已经认识咗噶啦，就系我哋康泰嘅帝王木香啦。咁帝王木咧就系喺森林入边成长啦，好多树木都会向住帝王木嚟朝拜喎。乃至好似形成一个鞠躬咁嘅状态，因为帝王木有成福啊，有蠢虎啊，人哋会所有嘅树木会向去虎首称臣啊，虎首称臣嘅一个功能啊，亦都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尊贵嘅象征啊，所以亦都有好强嘅招财纳福嘅一个嘅成分喺呢度嘅。咁帝王木有细香啦，亦都有大香噶。咁當然我哋仲有呢個迎財嘅金文煙啦，入面有好好嘅唔同種類嘅香粉，招財納福最強盛嘅香粉而製造嘅。咁我哋所有呢一啲嘅香粉香品啊，都係純天然噶，冇任何嘅添加劑啊，只係呢個木嘅佢原生嘅自己嘅香氣啊，呢個係對使用者的健康非常之好，亦都有佢純正的呢個香氛啊咁嘅磁場咧嚟生旺我哋成個家居環境嘅。咁呢個金文煙亦都有迎財嘅金文煙啦，亦都有人緣嘅金文煙嘅喎，亦都係我哋今年最新嘅一款嘅金文煙，為大家推介嘅就係人緣嘅金文煙。咁當然我哋仲有兩款唔同嘅香品啦，呢個咧就係香粉嚟噶。咁有一款咧就係我為大家介紹嘅就係呢個桂圓紫檀啊。
紫檀木的人緣粉嚟噶。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紫檀人緣木啦啊嘅原裝嘅薯餃成粉而做出嘅，係能夠增旺我哋嘅人際關係啦、感情啦、家庭嘅和諧嘅氣氛噶。咁另外咧，亦都有我哋嘅特別為大家介紹嘅呢個就係我哋嘅沉香木嘅香粉啦。沉香木咧好多出邊賣嘅咧，佢係已經係提取咗佢嘅嗰個沉香油啊，跟住咧剩低落嚟嘅嗰個木啦，轉嚟整成香粉嘅。而我哋康泰嘅呢個沉香木粉咧，佢係未經過咁樣嘅提煉啊。所以它是原木原本的所有的精油都在里面这样而搞成这个沉香木粉，所以里面有很好的沉香的精油还有它的精华在里面的。顾名思义，沉香啊就是我们说香中之王 以前有说千年战有檀香，万年战有沉香，所以沉香是非常之有价值而且是非常之我们说对于招财啊，对于立福啊，对于有好好的修行的稳定情绪 都是非常殊胜的一种的香品来的。那是新的一年啦，是新春的尤其是新年的一开始年三十晚到新年的十五里面都希望大家大量的可以为我们的家居做一个洁净，尤其是年三十晚一转年初一或者是立春一转去新的第一天的时候，都希望大家可以多用我们这些香品分香整间屋的。这样这些所有的香粉都可以再在倒在这个金文烟里面，金文烟就好像一个杯盏一样，这样就可以 分香你整间屋了所以每一粒的金文烟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可以分我们的家，也可以分我们 我们的车，我们的店铺都非常之殊胜难得的。在这里祝福我们所有康泰的朋友，康泰的顾客们，在新的一年里都有好好的新气象迎接2020年老鼠年的到来，祝福大家。